跟心如姐的互动比较多吧，就是后面拍摄到蛮后期的时候，在现场都会直接叫她妈或者是妈妈这样。在《华灯初上》里饰演林心如的儿子，19岁的演员刘静心图大开，不止拍了校园剧，现在更要上好莱坞。国外媒体报道还放上刘静的照片，这部 Disney Plus 的影集《美声中国人》由上汽的导演执导，卡斯包括吴彦祖、杨紫琼、杨艳艳等人，戏中角色需要拳脚功夫，而刘静是跆拳道黑带，顺利确评中选。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这次这种国际级的制作，非常谢谢过程中导演、编剧、选角还有制作团队的青睐，也要谢谢公司 TVBS 大力的支持。演员科班出身的刘静，当初是参加 TVBS 第二届新人营，成功脱颖而出。过去上课的画面也曝光，看得出刘静的青涩。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刘静对演戏颇有慧根，就连一起对戏的林心如以及校园剧的导演都曾对她的演技竖起大拇指。她演得蛮好的，蛮好的。我说我不太需要演戏经验很多的，因为我希望她还是有一个，因为里面是学生嘛，高中生，还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些比较青涩，然后比较纯真的感觉。眼神的转换从没有自信到他一碰到电脑按键的时候，那个眼神是整个很犀利的那个转换，我觉得刘静他把这个部分呈现得蛮好。目前刘静手上正在拍的校园剧，接下来剧情可能会安排角色休学，也让刘静有更多时间专心为好莱坞影集做准备。 TVBS 新闻张明如、沈蒋涛报道。大家好，我们是机智校园生活，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面对所有挑战都超有猛虎气势。2022虎年来了，呵呵呵呵，立雄鹤。茄子蛋、午间情、高尔轩，19组大咖亲笔祝福，快上 TVBS 官网抢哦。